哎，别忘了帮我妈给你的特产带回去啊。 桃子爱吃棉，李修豪，你挺能跑啊你，还跑吗？你这马甲也不够牢固啊，大夏天的，你就不怕捂出痱子？你不嫌麻烦，我还嫌麻烦呢。 你怎么发现我的呀？哼，想知道探案细节啊？叫声大哥来听听。大哥，一声大哥就打发我了。走了，吃饭，大哥，走。 我真没想到。 怎么就被你给发现了？你没想到的事情多着呢。你真行。我厉害吧？嗯。你说，人早晚会遇到适合自己的，对吧？不是了。希望吧。能看到小林那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你不如关心，多让我开心开心。你？我怎么了？我开心，你不就开心喽？ 幼稚。大哥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想知道啊？大哥吃肉，大哥吃肉。其实吧，我是慢慢才发现的，一开始我并不知道，就连我发现你的账号也是很偶然的机会。 没想到，原来我听了那么久的主播，居然就在我身边。这个广播剧是我高中出去艺考的时候接的，和我一起完成这个广播剧的是一个前辈，可以说是他带我进入了这一领域。前辈？什么前辈？就是一个特别有经验的前辈。哎，看看你碗里的肉，你还没告诉我你是怎么发现我的。很简单啊，就是你停更的广播剧。 后来重新更新的时候，他的剧情走向和我一开始设定的话剧剧情走向一模一样。首先都讲的是暗恋的故事，而后面的剧情发展和我设定的都正好对上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很聪明？早知道我就多更新，不偷懒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就是桃子的声线和你的声线也是一样的呀。 虽然桃子的声音在广播剧中和你平时说话的声音有点区别，但是毕竟我和你这么熟了，从我怀疑桃子的身份开始，声线对比重合度很容易就猜到你了。原来我们这么熟了呀！哼，就你这点小伎俩，还想瞒过我？那你知道我就是桃子了？那之前没有告诉你这个账号和身份的时候。 会不会生气啊？不会啊，因为其实你也不知道我就是你的听众。如果我不给你留言的话，你也不会知道我恰好收听到。也是。再说了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秘密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只能说，或许我们两个真的比较有缘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谁教你乔装打扮的？ 见网友又不是拍电视剧。再说了，就你，我怎么了？你就是穿上10件马甲，我也能认出来。你这样让我很容易质疑，我是不是选错了专业？我要不要去退学？好。
被我追得辛苦了，吃点补补吧。胜男，下次换我追你吧。那天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哎呀，没事，不要直接接受，也不要直接拒绝，而是进一步引出后面的话题。哦，懂了。没事，醉酒会留下头疼的毛病，现在应该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不过最近的饮食还是要以清淡为主。好啊，那我到时候到宿舍楼下接你。吃饱了，走吧。遵命，走。哎，等等我呀！我早就知道了，我还故意给你发私信呢。你在逗我？没逗你啊，我说都是真的。哎！喂，你怎么骑车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是大哥，我是小弟，这种话我来说就好了嘛。哎，下次注意点啊，别撞到人了。还行吧？不错呀。走吧，我帮你背包。嗯，你是不是有情况啊？谁啊？那个。你可别瞎说啊！我觉得那学长不错啊。哪个？就那学长啊。哪个？我还能说谁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这么开心聊什么呢？哎，没什么，随便聊聊。你说谁跟谁啊？跟你呀。哎，你看起来心情也不错啊。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简餐厅的饭太好吃了。哎，胜男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新桃花呀？一天到晚笑盈盈的，啥事儿这么开心啊？我哪有啊，就是之前我一直追的那部广播剧，我发现那个主播居然就是李修豪。啊，那你们俩的缘分还真挺深的。嗯。哎，小林，你现在真的是已经放下了，不介意了？我觉得人嘛，都是要向前看的，对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了。那就好，我觉得方哲学长真的挺不错的。我也觉得他不错，又高人又帅。对啊对啊，吃点薯片吧，别说了，害羞了。秀豪，今天怎么样？有没有成功瞒过去？你的伪装还可以吗？快说说最新进展。出的什么馊主意？他早就拆穿我了，我一去就把我认出来了。这可怪不得我，只能说你们两个实在是太熟悉了，熟到想变成男女朋友都差了那么点不好意思。什么意思？正是因为啊，你们两个太熟了，所以很多正常人觉得亲密的行为在你们看来都没啥感觉。就好比呢，傅盛南今天约你出去见面，你就应该趁机跟他表白啊。
对呀、啊。哎，这样大好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。我也想过跟他表白，可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就算我们很熟了，我也想给他一个正式的、郑重的告白。进来吧。怎么了？其实我有点紧张。你不用紧张，反正我妈说了，一定要好好谢谢你的。不用谢，其实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一定会去送你回家。我去，并不是想让你感谢我的。哦。我知道，那咱们进去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。那要不我进去帮你擦一下吧？没关系，不用了。那咱们进去吧。我的宝贝，等我回家好好爱护你。菜来喽。小哲，上次啊，多亏了你，把我们家小林啊安全送回来。你看，这些啊都是阿姨给你做的，快来尝尝。上次多谢你了，才没让我妹丢在外面。跟我还说什么谢谢？再说，换做任何一个男人，都会这么做的。你看这孩子多懂事，快来快来，举杯。别停下呀，赶快吃饭呀。好。你看你别光吃饭，吃点菜来。这个是锅包肉，阿姨的拿手菜。谢谢阿姨。快尝尝。怎么样？来，再尝尝这个。来尝尝。是阿姨。还有这个。来。来来来，还有这个，多吃点啊。谢谢。别客气啊。哎，还有这个，哎，这个特别好吃，来尝尝。妈，你别太过热情了，放热锅的碗里都快盛不下了。来来来，随便吃随便吃啊！来到阿姨家里就跟自己家一样啊，随便啊，来。没事儿，你放松点，我妈这人就这样，比较热情。没事没事。来来来，再吃点啊，别客气啊。开心有一个，能办成特别傻的事儿，真的。看不出来、啊。他吃苹果特别有意思，他有一个专属动作。你说正常人谁吃苹果会有专属动作？阿姨，你别听他胡说。他都是骗你的。哎，我可没有胡说啊。哎，你还记得那个当时你那个在我家要苹果，在那儿给花姐寄？
上。那这位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李修豪怎么一整天了都没消息啊？你最近怎么总是找不到人啊？哦，最近不是在忙着话剧社的汇报演出吗？作为编剧，到时候你可一定得来啊。你放心。就算我不是编剧，你演的话剧我也一定会去的啊。啊，天快暗了，要不我们去吃饭吧。走吧。同学们，之前我们的女一号辞演了，这是我们新的女一号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。好，那个因为剧情后面有比较大的改动，需要重新排练一下，大家开始吧。等下我们走到这个位置上之后，你从这边上。行。啊，然后你从这边过来，走到这儿，就开始。有没有明白？明白。占些位置吧，然后。下一个节目，你们好了吗？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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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了。那我们准备开始了。行。好。好，回原位吧。啊，你们准备一下，准备开始。下一个审核节目是李修豪组带来的剧目。
想不想知道真正的结局是什么？什么？真正的结局就是